有几个人玩哦？目前有一二三四四个人玩，然后一个人从不知道几个小时前安装到现在，到现在都还没好。还有他有些不是破土，好像是他山上不知道覆盖什么东西，黑黑的这样子。嗯。我刚刚要做斧头。对啊。我忘记了。斧头。然后拿。要石头吗？不要，我要拿那个暗能宝石。不晓得，试试看。不行。铁定。拿石头就好了。石头我有。我可以做吗？好啊。我也看不懂，请打中文，不然打英文的全部都一路会忽略它。汉堡，你怎么了？连大叔都进来了，用好了。连大叔都进来了，你竟然进不来？因为我好像用错一个步骤，就是我把那资料夹是直接解压缩丢进去的。这不算 FTV， 这是那个 AT Nanjo 的他们发展的模组包，它不在 FTV 里面。光哥，嗨，我看到已经屋子了，真的、哦？对，所以是搬家的意思，还是收刮回来的意思？把要搬的东西都搬过去就好。哦，好啊，不然的话，又像血月那样就真的会完蛋了。所以那已经屋子很好啊，那间。要我看，我过去看一下。我拿床了。它是在海上哎、欸，海上，就是沼泽啦，沼泽地带这样子。这好吗？还不错啊，至少怪它还是要用游的过来啊。坐标嘞？标。很远吗？是负二七。然后正828，好远哦，是吧？就是要看你们要不要过来啊。什么时候就录了？两个小时前。你要干嘛？松树，在这真的什么都有哎、欸，应有尽有。那要怎么办？就把要的东西带走就好啊。就比如说，不要的，比如说铁啊，就比较那个尊贵的东西啊。哦，铁铜，比较珍贵的东西，羊毛，木头，铁、羊毛、树苗。
塞伊加要拿吗？去那边再做好了。啊，帮你的床拆下来吗？好啊。你能不能坐标打在上面啊？你说多少？负多少？27嘛。对。然后咧？看一下哦。800吗？838。838啊。啊，现在你按。对。按那个 B。B 嘿，然后这边改用-27，-27，然后这一个改838，嗯，这里就打。那么帅，一出生就有龙卷风来做。嗯。OK， 好。而且往那个坐标去就好了。其实床可以不用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它上面有床。這個、对，有八张床。嗯，我知道。走走走走，在这边，你有看到吗？往那个上那边过去。哇，啊、我要带南梅过去的。南梅树要带过去。就是那一个吗？哎呀哎呀，就往那个坐标一直前进，酒吧在那边。慢慢走啊！走到，你不要管嘛，啊，先走到那边就是了。嗯，好 ，Go！ 哎，刚刚我们应该是白天天亮的时候再出发才对啊，现在要晚上了。有暮光森林吗？我不晓得哎、欸，要查才知道。可以放在床、放地上，然后睡觉吗？可以啊。那帮你睡。哎、欸，有身上有床的，放在睡一下。赶快睡一下。没床。啊？没有床。你有床的灯珠吗？对啊。你有床的请登出，要变白天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898，还有啊。探宝嘞？要。真要做。真要做，人家都登出了哈、哦，比较快。对啊。要登出。登出比较快，等你做好，你手速有你的登出快吗？快一点，人家跟僵尸打我，你就完蛋了。好，早上了。哦，早上了。Go， 继续往那边出发。暮光森林真的要看才知道，不晓得有没有。可是你不太想开暮光森林，我觉得很容易让 server 挂掉。我有那个扫把、欸，我被巫婆丢那个了啦！快跑！救命！狐狸他在追我。你赶快走就好了，他追不到。不是，怎么有人在抢你自喜了？是哪招啊？怎么回家？你怎么要回家？那个啊，就往绿色那边走啊！嗯，快点！你回家干嘛？那边没有人住那边啊！救命啊！来，这样干嘛？叫你走不走？你回家有屁用？中毒了！
在哪？你往回找了？没有了。酒吧，家在拆房子。不，他是机会放话。该往哪里走啊？我都快到了哎，你在往哪里走啊？我看到大叔了。我都快到了，你直直往那边走就好，你为什么要一定要往旁边走呢？啊！我被巫婆追杀了。为什么旁边这里还有两个生怪砖？这两个生怪砖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他的事就是我们刚一开始我们进来的时候，没有，我们不是有看到一个，就是类似怪物塔，嗯，然后怪物塔上面其实有两个怪物砖，那个生怪砖。为什么你们不用把生怪砖先封印起来？哦，去，等一下。下面还有，对啊，那下面还有。我是在负几啊？-27。好。为啥怎么进去啊？这门在哪里啊？有啊，我把门装起来啊。又看到一个入口就有门了。我们在这边，对啊。到家了，这不是跟刚刚你玩的那个差不多吗？对啊。可以把那个补起来啊。还有玻璃耶，是怎样？对啊。爸爸床在哪？床在顶楼啊。这就到时候再修补啦。这里啊，往这里走就可以看到床。楼顶会有床啊。对啊。在哪里？你让你卡住，哪里卡住？看到啊，掉下来了，哇！要小心，别掉到下面去。地板有破洞啊，你要不要去踏到啊？再给我放音乐。哎，老板，我在补啊，你在。他那木头还是古代木头，你知道吗？还真的。可是那古代木头不知道去哪里获得。嗯。
玩空岛比较习惯啊，是前一阵子玩空岛而已啊。但是空岛现在玩到不知道玩什么，所以改玩这种的啊。梯子哎，刚刚是去顶楼的。那我没有木板了，我还有。先把这一次横加好了。我是什么植物化石都有负二七，然后挣800，800。史莱姆王，哎呦，眼距打哈了。拿到一把大刀，这间房子也太破烂了吧！就老旧的房子啊！哇，像这个东西，像这个东西，它还厉害吧？有啊，巫婆的扫把是怎样可以起啊？对啊，可以骑啊，会飞。真的假的会飞吗？你胡乱我，我干嘛胡乱你？那你要骑去看啊。怎么？你有怎么那么多把？那已经拿的，根据你的滑鼠方向飞的。哦，帅！哎、欸，会扣血，怎样？就是因为那个被窒息了。爸爸，啊，这怎么飞？你坐上去啊，坐上去了，然后滑鼠往上，滑鼠往上啊，然后就往上飞啦、啊，这样子啊，哈哈。好玩。嗯，我要去睡觉了啦。往上飞，飞不出去啊！拜拜，我要睡觉了。啊，怎么下来？还是全部的下来？睡觉，对啊，睡觉。人的话，有些人在外面呢，你睡觉没有用。不，要死！不！啊！发生什么事？啊！不是我害的
哭哭。爸爸先哭。爸爸你在外面死。在门口死掉。快回家了。现在是晚上。冲啊！没有顶楼也有那个，不只有顶楼有床哎，好像。上铺，坏掉了。先变白天再说。呜呼！先回老家再说。太可怕了。要。就暂时紧急避难所。床，有床。大家睡觉。ZX79933611，感谢你追随。临时避难所这边有没有武器？一下武器。记得我实践好了。住太大把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放在箱子里面，给其他人用。这金币是干嘛的？汉堡戴帽子。太炸了。酒吧两麦。祭坛感测器。选魔法的东西。有选魔法。有啊。白天了吧？不过烂了。嗯。我把它补得超级破烂。补得超级破烂。那干嘛补？我把它补得更破烂。好像。出去睡觉，我没有什么。我的这个怪都会掉金币耶。快睡。有怪在附近游荡，无法入睡。酒吧有床吗？还没天亮。喂，酒吧。等天亮了。要等很久。到底干嘛用的？INESTONSP 一堆头，有猫咪耶！
对啊，看他有那个 YW 什么，欸 YL 什么那个实况组的头，马克吗？对啊，要有马克的头啊。猫咪好可爱哦。谁在玩啊？我想被我杀吗？怎么了吗？操！我有扫把哦。啊，你捡我的扫把飞过来给我不就好了？你会飞吗？啊，不要飞了。啊，还没天亮啊。大家上来睡觉。就可以天亮了。没有人要睡觉啊。哭哭。大家上来睡觉。感觉有人跟我重叠。啊。大家能睡着。有了。哇。哦，天亮了，我可以冲了。吃苹果。然而你要买什么？什么东西买什么？先说你要买什么？什么买什么？你要买什么东西？你要买什么？那我要关掉了，拜拜。拜拜。炸出一个坑，是我的死亡点。这个死亡点没有东西耶，就是捡过尸了，可以删掉。哦，现在剩最后一个死亡点而已。找爸爸的尸？怎么找我的尸？好奇怪的僵尸哦，好恐怖。没有眼球的僵尸哎、欸，是啊，哦，我又被打了，冲啊！什么实况的负载突然变那么高啊？记得之前都只要十几帕而已啊。是什么？那是什么东东？那是 server 自动备份的讯息，表示说呢，这个地图糖会自动备份。我要打鼓喽。打，我这边听不到。为什么你听？因为你那边声音关掉啦。刚刚不是开的吗？我很大声。哦，很大声呢。还有250公尺远，我努力向前跑，向前跑，我努力向前跑。安安呐、，CHENGTW， 你好。在下面。阿米，
灵魂箱啊，不知道什么，这是巫师的吧，还是什么的，放灵魂的啊。灵魂箱表示说，这件屋子是，可能是那个以前有那个，那个什么什么屋的，那个什么屋有灵魂甲，那个叫什么屋？巫妖哦，巫妖以前巫妖王住的房子，然后被他打烂了，所以他就很久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房子啊。然后被他打烂，他就离家出走了。不是被他打烂，是他放很久很久，房子老破就坏掉了。哦哟，酒吧死了，被一个有名字的怪物杀死了。旁边那一位是我女儿啊。他叫圈圈。Hello。为什么这里有水流？哦哦，终于回来了，有甘蔗哎。种一下甘蔗，这是泥巴会陷下去的。你回来啦。嗯。哎、欸、啊我的尸体耶，你身上不是有东西哦？没有啊，我的墓碑咧。你飞去上面了、哦、卡在某个地方啊，我的墓碑不见了。在上面吗？在门那里是不是有一个东西挡住？那是在那个上面，我看到没有啊？看到那个叉叉在那里哦。对啊，叉叉在这里啊！啊，我看到墓碑了。哦，我没有稿子哎，稿子借我。快爆了！借我。快爆就不能借我吗？嗯。我里面。为什么上不去？哦，泥巴。哦，拿到我的东西了。就两张床放在这里。地震了。嗯？有个地震，嘣嘣嘣。不知道谁发的。哎。啊死掉那个巫婆的扫把就不见了、哦、他飞走了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我没有捡到？知道，我记得你死掉的时候他那个扫把不会在那个墓碑里。是的、哦、你有两个扫把吗？没有啊。你就一个扫把。嗯，他说不会在墓碑里面。对啊，所以没有捡到啊，他消失了，他飞走了。唉，他飞走了。哎，屋子也太破了。懂？懂什么？没有。这是作者故意这样说的吗？不晓得，应该是吧。为什么我的 OBS 会跑那么高的负载？是因为今天哎、欸，我记得开两个视讯也没有跑那么高啊，是开视讯的关系吗？关掉一个嘞。0931109440，感谢您的追索。好
好像是视讯的关系耶，为什么变得那么高吗？看视讯会加负载，好。然后出外撞东西了。爸爸有旧时的徽章吗？旧时的徽章我放箱子里面呢。好像放在哪个箱子？我找一下。啊，楼下的箱子。好像楼下。既然放在楼下的箱子里面，这里啊。看他的木头。等我一下啊！动！等我一下啊！哎，要枪哎！对啊，要枪可以过。